臨海低密度的住宅，相信是不少人的 dream house。 這一類項目一向都是可遇不可求，通常一出都成為市場的焦點。是啊 Grace， 由保利置業打造的全新臨海豪宅項目俊宇，就正正坐落在風光如畫的青山灣上面，全盤一共提供41伙，採用低密度的發展模式，而且前臨舊咖啡灣海灘，望著一望無際的海景，真是十分寫意。俊宇的前身是二级历史建筑物的哥顿军营，现在摇身一变成为22栋洋房和19间居室，其中洋房分为12栋享有独立门牌的独立屋和10栋联排洋房，洋房大部分采用5套房间隔，实用面积由4153至9158方尺不等，其中最大的15号洋房采用7套房间隔，4层的设计，实用面积达到9158方尺。另外，根据项目公契，洋房仲会同对应的居室一并出售，居室的面积介乎470至650方尺不等。项目预计最快出年6月底入伙。其实青山湾一带环境一向咧都适宜人，至于临海物业的供应就更加尤其珍贵。加上受惠於新界區未來龐大的發展，過去就吸引了不少發展商在區內投資獲利。另外，預計於2023年至2027年分段啟用落成的航天城 Sky City 就集商業、零售、餐飲、娛樂設施一身，相信亦會成為一個矚目聚焦的新圖點、新地標。而且周邊還有多項大型基建即將落成，屆時區內將會成為首個接壤大灣區沿海豪宅的指標，好相信投資必然潛力無限。交通方便程度掌管住一個地區的經濟命脈，全長大約9公里的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預計最快今年內完成，落成之後由屯門前往機場的行車時間將會大大縮減，連接路亦都會接駁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，出入澳門和內地將會更加快捷。另外還可以經深港西部通道極速往返內地，加強粵港兩地之間的經貿聯繫，就算由遵宇出發去其他地方亦都很方便，旁邊的青山公路設有多條巴士線往返港九新界不同地區，而附近亦都有 K53 巴士接駁西鐵屯門站和輕鐵三聖站，轉乘到其他地方就更快捷了。至於樓盤的生活配套就更加方便，步行大概10多分鐘就可以來到愛琴海岸商場以及黃金海岸商場，这里有齐各国美食和超市，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所需。其中黄金海岸商场更加连接沙滩和游艇会，并且设有休闲广场供居民散步。不单止是这样，早前落成全长60公里的超级单车径，接通屯门至马鞍山，可以挑战下自己之余，还可以欣赏沿途美景。至于青山湾区内有一个著名的三圣海鲜街，经常吸引不少人慕名而来品尝海鲜美食。另外如果想玩的话，这里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活动的地方，附近就有一个高尔夫球练习场，还有一个屯门公众剧术学校，也可以学习一下剧术活动。另外区内最吸引的地方当然就是坐拥有5湾相连的地方，连成一条悠长的海岸线，假日都可以来欢度畅泳。至于不想游水的话，就可以到附近麦理浩径登山远足，可饱览有千岛湖美誉之称的大榄涌水塘，就可以欣赏一下迷人的湖光山色。校网都是不少人重要的考虑因素，这里小学是71校网，中学就属于屯门区，想仔女入读国际学校，这区还有著名的哈罗香港国际学校，另外亦都有岭南大学为新生学子提供选择。东网记者李朗文报道。